他们不够。拔罐可是透明的，你的泡泡也必须是透明的。喂！好，喂！不要拍！餐厅的这空调管道大部分都是连接打通的哦。哦呦！哦，所以分布在每个房间的天花板。所以你要趁餐厅啊晚上倒垃圾的时候，由后门潜入，打开天花板，顺着天花板的空调管道。一路爬上去就可以到顶楼。哇，厉害呀，大哥！谢谢老师，我一定会学以致用的。您快别这么说了啊！既然如此，老师您若是有什么难处，就尽管说出来，让学生来跟你切磋切磋。话说啊，在我们这个民风淳朴的村子里，有一个嚣张跋扈的一个二老板，只要是看不顺眼的地方，他就会苛刻刁钻。这个二老板啊，甚至对我们最尊敬的王爷啊，王爷爷了啊，也是毫不留情，所以我们要绑架他，给他一个教训。但是我们现在面临到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把他藏在哪里呀。哎，大哥，你们听过小本小时候被人绑架然后放水流过的传闻？哼，要是把他再一次的困在水上，你想想看，他会有多害怕？保证他屁滚尿流。哎呀，大哥，我想到了啦，我爸的渔船晚上就会入港，不会再出海了，刚好可以把它放在我家的凤凰号上。Yes, yes。一日为师，终身为师。我身上没什么好的，睡就献给二位。这里有两样礼物，请老师收下。哎，这是丝袜哎，是，这是方巾啊，那给我这个干嘛啊？这个希望能够在你们绑架的时候派上用场。好兄弟，事不宜迟，咱们各自行动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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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走走。所以今天我跟他呢，就准备了一些啊新的计时器，哎，这个不一样的，准备要献给他的，是这么多啊，好让他知道我们两个人的用心，厉害吧？厉害厉害厉害！啊，你们慢点，我们先进去了，啊，慢点慢点。叫男人摸呀！
酷的家伙，我在那边烦恼拔罐影片，你竟然在快活的洗澡，真太过分！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不够。说对，你打我一拳，我就踢你两脚。早上你看我上半身，晚上我也要看你的下半身，一报还一报，这才公平。这牌子的丝袜，透气度跟能见度还真不错，真是我犯案时的好伙伴。你的泡泡也必须是透明的。喂！好，喂，不要拍！喂！胡三宝，给我站住！胡三宝，你竟敢偷跑来我家拍我的性感预兆！没想到你真的是一个变态，这一次我一定要报警抓你！除了你胸前那么突出的特征，还有你全身散发的芳香，更别提这旷世肌肉了。最最明显的是，你如果要人家认不出你，你好歹用点心。这么大的网袜，谁不知道你是谁啊？好啊，我也不怕你认出我是胡三宝。我们现在就摊片说话。你要是想拿回这裸照的话，就把今天在广济拍的录影带跟我一裸换一裸，这交易是非常公平的。你要是不愿意的话，就等着我把这个照片抛到网上去荼毒大家的眼睛。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我怎么可能平白无故让你把我这么抢手的裸照放在网络上让大家够白痴啊？而且我告诉你，我孙无敌不是这么让人百步威胁的窝囊废。走，哎，走！你把那录影带拿来啊！过来啊！换一张，再换一张。你是白痴，你拿什么 iCash 干嘛？你确定是这一张吗？不行啊，会不会是那个余额不足啊？我们在办真金事，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告诉你。再换一张。录影带在哪里？快点给我！哎，大哥。我觉得好像空气越来越稀薄，然后我眼睛都睁不开，我是不是快死了啊？哎，你怎么那么笨啊？你丝袜去挖个洞就好了啊！奇怪，那马盖先不是拿了两张磁卡碰碰就开了吗？嗯，这难道我被外国人骗了一辈子，到现在开不了？放开我！出去！好兄弟，那对不起，亲兄弟也要没算账。这时候你也不能怪我了啊，亲情放一边，仇恨摆中间。孙无敌，我们今天是来绑架你的，你最好老老实实的把双手给举起来，因为我们有致命的武器。我告诉你们，你们好大胆子，想要绑架我。我告诉你们，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马上给我滚！